因为我不喜欢迟到，我不喜欢人家迟到，我不喜欢迟到的，要就找到。我们要做一个准时的人啊，守时的人，please。对，所以我看我讲忘记了，意思。啊，比较小一点的，啊，看起来比较小的啦。你是夸张波也可以，你是 K 夸张波就可以了，其实。好，来，我们讨论一下他的答案，好不好？所以第一题 A， 六，Malaysia terdiri daripada berapa buah negeri? 13 buah negeri, 13 ke zon, dan berapa persekutuan? 3. Bagus. 3 buah wilayah persekutuan. 我应该把它放大一点，这个字。OK， 接下来他讲，在我们的马来西亚半岛这边有总共有多个州？你自己算一下，是不是十一个州？11，然后因为沙巴是两个吗？所以13-2，这边就是11个喽。然后在什么地什么州跟什么州是在布拉摩尼奥？沙巴跟沙拉瓦在布拉摩尼奥，它整个岛叫布拉摩尼奥的岛，它名字。整座岛啊，大家如果你们不懂什么叫布拉摩尼奥，布拉摩尼奥就是这一个，整个这一边啊，我应该放上去给看这个，这整个叫做布拉摩尼奥。整个叫布拉伯尼奥，布拉伯尼奥里面有沙巴、沙拉瓦、文莱跟印度尼西亚、卡里曼丹。来，我们在布拉伯尼奥的地区。等一下，我练习。OK， 接下来 C， 什么叫 Malaysia bersempadan dengan negara apa？ 在哪的？在南北部那边，我们跟什么？泰国是做边界的，圣巴丹叫边界。圣巴丹是边界啊，我们跟泰国是边界，在北部，南部呢，我们跟什么国家是边界？刚刚4月1号那天我们才开放的，也就是，4月4号那天我们才开放，他们去过来我们这边了，我给过去了啦。新加坡 bagus， 新加坡 bagus， 新加坡，因为很多老虎，很多假的老虎。知道现在可以了吗？是啊，很快呀。好，然后除此之外，沙拉瓦呢，它跟谁的是圣巴丹？沙拉瓦。它跟印度尼西亚就是个卡里曼丹，除了卡里曼丹还有一个。博纽。博纽是整个岛叫博纽。文莱吧，哥，文莱叫什么？布奈 ，yes， 布奈。然后沙巴呢，就跟谁的是边界？只是印度尼西亚咯，印度尼西亚，就是这样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 的是什么？我写在这里啊，我写在这里。A 是 Police，B 的是 Kedah。C 的是布劳比纳，我写上方吗？要啦，不要让他更加改他名字 ，OK？ 布劳比纳，
D 是没有没有，我写在这里，因为我懒惰写在下面。D 的就是可达。哎，所以 Terra 是不是可达嘞？啥来我 ？Terra。咦，我的 K 写不到。OK。然后 J 呢 ？J 的是可兰丹。K 的是德仁甘露。G 的是巴哈。那我跳出去，我可以做做 ABCD。OK。OK， 我跟回来这边啦。D 啊，然后 E 是什么 ？E 的是死灵哦。小弟啊，可以死灵哦。然后，N 呢 ？N 是瓜拉波啦啊。然后 O 是？O 是不穿假牙。哇，我全对哦，今天。F 是 ？Negeri Sembilan。H 是？马拉哥，然后 I 的是九号，然后 G 的是巴哈 ，J 克兰丹 ，K 德伦甘努 ，L 是沙巴 ，OK，L 是沙巴 ，L 是沙巴，哎，我写这里啊，沙巴。F F 是那个里斯米兰呐，我发给你那个，刚才那个里斯米兰 ，N 那个里斯米兰 G 是吧？然后 M 是塞拉瓦 ，P 是拉布安 ，Sarawak，Sarawak，Sarawak， 塞拉瓦。哦，谁最长了？那老板。没有关系，都可以。没有问题，你写老板也可以。不用记。没有关系。谁给？给啊。Dan。全对。全对 ，Bagus。全对。因为你看前面，如果没有看前面，对吗？如果没有看前面，没有死掉。都写完这个。OK， 来，我们看下面的。下面是什么啊？哦，还要你写出它的伊布那个力。好，做好吗？这题。做了。OK。哦，还要你那个力跟它的伊布那个力啦。A 是什么做啊 ？Police。Police 的话，它的伊布那个力叫 Kanga。哎 ，Hello。第二题啊，下面的人说你收掉名字。时间还没到，还有十分钟呢。我没有收纸。啊，念一下。Kangaroo。Kangaroo。OK 啊。对啊。网课的同学 OK 吗？网课同学。Brunei。Brunei。啊 ？Brunei。然后这个 B 是什么州？科达。科达的伊布那格里叫阿罗斯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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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写写啊，八哥好写就好。C 的是冰城古老比南，古老比南的首都是。George Town。Okay, Ipoh. 然后 E 的道是什么 ？E 是 Selangor。对 ，Selangor。F 的是 ？Henry Sembilan。Okay， 有点长啊，我是写错号码，Sembilan。
是蛇蛇人班，李赖不是李赖，虽然是在蛇人班，可是他不是他的首府。我写到了，你可以什么？写到你当然了，因为我这边放大嘛。其实马拉卡。Bandaraya Malacca。Bandaraya Malacca。Bandaraya 是城市哦。一个城市哦。Joho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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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 I 的是法汉关丹，是关丹。关丹有什么？关丹有的旅行啊，去过看水咯，看海啊，看水，看水，看水咯。OK，J 呢？车轮加努。然后他的是瓜拉，K 的是克兰坦，科大巴鲁，讲 spell， 科大巴鲁。L 的在这个地方尾巴这边是 Sarawak 的是那个猫犬是 Kuching， 猫走了 Kuching， 安静。然后上面那个 M 叫 Sabah Kota Kinabalu， 巴都。什么行？不行、啊。我 spell 错了，没有告诉我。Balu 不是 Balu 啊 ，Kinabalu 要 U Lu。然后还有三个米兰亚 ，W 1是 KL，W 2是 Putrajaya，W 3是 Labuan。你看了吗 ？W 1 W 2 W 3 W 1是。写上去 ，KL， 你不要写 KL 就小号码 ，K， 查一下呀，然后第三个是拉布啊，那 W 是米拉亚啊，米拉亚的意思嘛，你说用 W 哦，用 W， 好啊。OK， 八个。OK， 还没有，还有六分钟。Okay. 好，来，大家听好了呀。下个星期五，下个星期五，哎呦，没有关系，下个星期五。下个星期我没有在，有另外一个老师代课，没有关系。本来我讲下个星期我要给你们考试的，哎呀，刚刚好我没有在，没关系，我们 postpone 到下个星期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怎么可能有考这个题啊？就是关于不是考试啦，就是一个 quiz 这样啦。那个 quiz 是关于这一个的。就是要你们回去飞这些州跟他的首府。我会讲出呢，我会讲出，我会告诉你们，就这样子，我会给你们这个样子，一个这样子的图，这样子的图，然后你全部给我填进去每个州的位置跟他的伊布那个里，请你们坐下来可以吗？还没有放学，你坐下来，我还有五分钟。首都、首府还有米拉亚、巴斯克杜安，全部要把背起来。就是这样子，啊，要把背起来。可是不是在下个星期啦，后个星期。OK， 下个星期应该只是会做练习罢了。
所以我要临时抱佛脚。不可以临时抱佛脚。哦，来来来 ，since 两个礼拜对不对？才给你们 quiz 吗？那个 quiz 呢，包括了我的第一课跟第二课，还有第三课，一到四里面。请你们去读啊，第一课到第四课，全部都很容易的。我教过的东西，你们全部都要知道啊，就是尤其是这些这个东南西北啊，这些啊 ，OK， 去把它记起来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呢？不然的话，你们是不会读的。你回去有读吗？没有，回去读 ，OK。最高分的同学有奖品，到时就知道。All right， 说、记得啊，后个礼拜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 quiz 这样。好，我就到这里先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老师，哪一个课本要用回去的？哎，大家安静一下，有人讲话我听不到。什么东西？灯。老师。我们问哪一个课本从去会用到的？什么？我听不到啊！一顿，你可以用写出来的吗？一顿，真的，我听不到哎。一顿，你用 type 出来可以吗？一顿，我听不到，因为班上太吵了。啊，其他同学都可以走了，拜拜。一旦你可以，你留下来，你跟我讲你什么东西我听不到，真的。拜拜。老师，拜拜。啊，哎，什么东西？一灯。那你一课的课本要买，所以风吹可以用到。你是什么意思？课本？说你是买课本，那课本不是学校借给你们的吗？我明讲，等下风吹有要问题，所以哪个买？你说你买那个课外书是吗？参考书是吗？你是说？所以风趣 ，OK， 一顿啊，你是这样子的，一顿，我觉得你买参考书会比较好，一顿，参考书，有的参考书哦，它会有风弯风就风趣在一起一整本的，好像geography啊，有的是geography是有风弯都趣的。然后 size 有风弯度去的，所以你买一本就可以从风弯用到风去了。OK， 啊就是这样，其他的也是一样，像史加拉啊、九高 V size 啊都可以买风弯到风去的整本。All right，OK，、okay? 这样子会比较好。还有问题吗？你 recommend 啊？我去看一看我的书间，我再跟你讲啊，你个你可以去买，我觉得有两个那个出版商是不错的啦，你可以去看一下本兰尼的啊，我写给你啊，哎，本兰尼的书不错，本兰尼，然后或者是 Sasbadi 这两个都很好 ，Sasbadi 本兰尼，还有一个是这个也是这个叫一个叫做 EPH。啊，这三个出版商都 OK， 都不错。All right， 没有啊，那就关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